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カイ車にくいぬい。サイシェカギカン。静か論。干嘛？你要卖多少？对。为什么你？你是脏东西，为什么你？呆董就好上来。现在呆董操纵你就对了。对。啊，要死我啊！今天估这个2007年的3201 Coupe。妈，这干你好不？你看它3201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不是 I 吗？一耶。那是一对不对？对啊。屌了吧？3201啊，对啊，哦，我们今天这个让我们的蓝色328 Coupe 来估3201 Coupe， 好不好？但那这个车有一阵子没估了哦。这个320i 的侧身线条是真的蛮漂亮的，你看。而且泰山，我告诉你哦，这个车你光看这个车漆啊，你就觉得这个车哦，我本来想说可以买，可是盖呢，你看这个，哇，看看，哎呦看，这跟泰山的脚皮一样，靠背啊。哦，欸，你看啊，龙虎旗呢？哦，你看，你，欸，还没跟人家买，一直抠这样对吗？哎，欸，这很疗愈呢。是哦，我等我，那我可以等一下了，等买好了再抠啦。哦，这个扣钱，这屌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在整理328的时候，哦，这个屌啊，我吃了很多的苦，所以估这种车要很注意这种屌啊，还有水切，还有这个胶条，这一定要很注意，这不能破，嘿，几条板龟抠。这一台车残值已经没剩多少了哦，光那个胶条你真的会吃不消，尤其用我们这一种标准下去整理哦，我真的，你看它这个上下车的地方哦，这也是通病的啦，这一定都会摩擦，你看，哎，泰山为什么上下车会磨到这里？我现在上车一次，你拍看看会不会磨到这里？我不刻意，我就用我这个要开车就是原本的上车的姿势。要发车了哈，要跟上啊。哦，这帅气也别来再气啦，安尼。警车，哦，骑来我来啊，有吗？有啦，你卡车堵着啊。堵着这？对啊。下车了哈，我先这样处理完了。我先调到我的坐姿，好，下车，安内，好，好，下车。你不要刻意。我没有刻意啦，我是真的这样啊。下车比较不会。不要说只有我一个干部而已，你不要动哦，我来维持这个一样的敬畏。好，我要上车哦。有吗？啊，双脚上去啊！好，下车。啊，挨杀小了。啊，不能讲脏话，不能讲脏话。哎，我一定会，啊。等一下，你开野马下车也这么狼？你拍我？等一下，你开野马下车也妈那么狼狈吗？当然没有。我一台那么帅的车给你，然后你上下车底下你哎呦，这是效果而已。你不要浪费我的钱，我跟你讲。好了。我先看跑几公里啊，好，反正这椅子都是要花的啦，哈，有电动椅啊，没有腰靠，这本来应该是腰靠在这里，哇，这有个预留孔，比较顶级的应该有腰靠，哎，它没坏，啊，我也是 IT， 哦，啊，不是 IT 哦，要擦啊，要擦，哎，无油才使来搞，观众朋友啊，你嘛较好心咩？来搞车时油加万，你油加买一点，至少我估对不对？会多加一桶油1000块的钱，这样吗？对啊，17万5008，你看这有没有通便？通便。不过按钮还好，本来这个有的都会按到都白掉，它这台还好。啊，我先排看看会不会顿挫。哎，不会，看都没顿哎，怎么可能？直接吹油紧绷，我也懂。没顿了，在变速箱状况应该不错。200,000,100,000，哎，看13万在原厂哎，13万在原厂，还有没有别章？没写几年了，2018，台北荣德这原厂，看他这几年了啊，在那边嘛。2018年3月，还有没有贴纸？以前啊，谁最注意这个贴纸，你知道吗？谁？调表的人，调表人调完表一定都要看有没有，一定要帮这个你的业主。业主叫你来调表的人啊，帮业主巡视有没有贴这个保养贴，把表调一调，哎，这旁边就贴公里数了，帮调成6万，就一看这边就13万了，两包。我要以前常这种事情，调表巡这些贴纸啊，保养贴纸就算了，没有巡到嘛，贴纸看完没有啊？收了钱就走，对不对？以前会有一些那个有那种修理厂啊，它贴纸不够粘啊，或是掉了有没有？会掉到液压卡啊，会掉到中控台这边啊，会掉到这个里面啊，有没有？啊，有车主车买回来开很开心，哇，买一台开6万公里的有没有？就哎，某一天再把它再
吸尘器吸一碰，那就吸着几根爪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干18万公里，啥子？好不好？就大干啊，这就行啊！我想要试看它这个推安全带还推不推得出来。来，星巴克一杯要不要？我给你先选，你猜推不推得出来？我猜推不出来。我要特大杯的，然后 double 还有什么 double 就加一份浓缩，还有嘞冰的啊，全脂牛奶，快喽！啊干！哈哈哈争气一点好不好？哦，我是让你先选呐，其实这真的10台有9台推不出来。是哦。妈，我已经给你3次机会了。一次都推不出来，这真的是最鸡肋的配备，烂死！像是我输了，是不是？你也没有赌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他妈的，你已经喝我星巴克喝到妈不要不要的。哦，它这个是后座可以调整前座椅子的，有没有？后座可以调整前后椅子。哎呦，这里还有，竟然还有一个小灯呢，现在才发现，它有后座出风口在中间，所以它这个只有2人坐哈、哦，太久没买都忘光光了。我外观先看一圈好了啦，轮胎检查一下。2017年的胎毛还蛮多，可是也4年了哦，慢把有点胖。漏机油，准备2罐呢。它机油却很凶哦，我们不要往什么事情都往坏处想，人家搞不好都是自备机油回原厂保养，那是多出来的。原厂会可以让你自备？可以吧？我善假郎磨砂器过完全啊，但你跟隔壁去的原厂搞不好也比我多嘞，夸张不？哇，欧司郎赏哎，杯架。那欧司郎不是做灯泡的吗？啊，这种我知道，这种杯架是插在那个窗户边缘，它勾不住啊，勾不住啊，要怎么勾？它不是让它勾吗？它这里有做豆糕有没有？它闻的高不掉啊，啊，还有星巴克梗哎 ，lucky lucky， 欧总把人家拿出来玩，高腰，难怪被丢在后面，因为没有用。我怎么搞的这台车好像是我的、啊？外观还不错、啊，没什么伤呢。你是那种车子啊，有伤你就会觉得很难过的人吗？妈，我觉得你不会，你这垃圾吧，太多了。不是，有些人会这样，像我爸就这样，他车子要一块板金凹进去，他就很矮油，他就想去把它弄好。我会问他，他就觉得说这个是觉得说好像会让人家觉得他技术很差。好像日本人也会这样，对不对？日本不太忍受自己，因为他觉得那是一个礼貌问题嘛。你如果一台车况让歪七扭八、烂烂破破的，然后人家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个性很随便啊，就青菜就没礼貌，尴尬啊。车内呢？车内我觉得不一定，但车外，这些日本人就表面嘛。看，这地图炮吗？哦，对，他们自己应该也觉得吧。OK 的是的，然后心里想说，看你老师吼，是可以呢。看心里想说，看那什么时候才结束？有没有？有。我之前不是说我去考察，对，那个日本的那个中古车外面其实都还不错，可是里面真的烟味重的啦，烟灰弄了整个啦，可是外面都意外都还不错。我反而觉得美国有没有？人家就现在那个有的然后他还是在开。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那个海外的观众啊，应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国外看到的感觉。好，我要认真的啦，不要拉低赛了。其实我刚才在看他这标签全部都有在啦，他当初这个也有防盗标签，啊，叶子板也有，我刚看开门也都有啊，忘记跟你们讲，这边的在这啊。我刚不是指了，妈，你刚是不在，我在，第一张我就说这边有没有而已啊，一个盖子只有一张。你看它这个水渍痕，是不是爆过啊？应该爆过了吧。我看一下漏油啊，有，你看湿湿的，有没有？就跟你跟女生牵完手一样。你们会分泌一些？你是说手汗吗？没有啊，前列腺的。那是18岁才会这样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现在不会？现在不会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不然现在是怎样？一牵到手就啊。私 OK です。OK。もういいです。啊，結構結構結構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。開車にくいぬい。年纪到了，还是要这个身体要顾啊，好不好？发动机吼，油虎湿漉漉，这个就合情合理的。好啊，连接下面的油管都一样。我来讲啊，看 B 边的车就是安尼啦，看水嘛，水箱嘛，有变过无嘛？好。这个嘛，看这个有没有漏油嘛，看这个发动机油壶，这个一定没不会错，教大家很多集了啦，看小市长知识啊。啊，我跟你讲，还有一个重点，你看到上面漏油，油底壳也是湿的，不用想了。我车连顶都不用顶了，油底壳一定是湿的。然后再来就看水箱啊，因为它这个水箱哦，我跟你讲，就要求你看这边，它这个水箱都用这种
塑钢的接头，这个有时候一爆这边凸起，你有压纹多。嗯，它用一个快速扣起来而已，对，很容易从这边爆掉，或者是从这边断掉，接头这边断掉，因为它是塑料的嘛，好，固来高温这边就断掉，你就抓温度，这水箱换过了，你看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看旁边有个黄色的标签，有没有？110年4月才爆的，好，所以油底壳我们猜，因为这通病啊，一定也是湿的啦，不要说老双逼啦，这种有点年纪了嘛，14年了，好，怎么看？我刚刚讲了，该漏油的漏水的地方，水箱、水管、接头检查一下，还有一个就像这种。塑胶接头感应器的地方，它这个线头哦，很多都会呼起，好一些感应器啊，你包含什么涵养感知器，你看这都塑胶接头有没有？嗯，这个塑胶接头一定都要检查一下，插头一定都要检查一下，不要用太大力，本来好好的哦，有可能被你用呼啪噔碎掉，好，这种各个接头一定都要看一下啊，我跟你讲啦。你要买这种车啦，还是准备一点钱比较实在。好，我们检查只是说看能不能缩小你的花费而已。小师检查再厉害，然后说啊，检查完了，小师说，哎，泰山地杯寄来，我保证你回来一毛钱都不用花，不可能。我们缩小，减少损失，不要买到烂东西，修不好，这样就好了。除非前车主花好，你赚到啊。不过看起来这个人应该是定期有在照顾啦，这个外观看起来，我觉得卡板就不错了。卡板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什么意思？翻成中文？卡板就是车板，不是车板啊。啊、车的那个气势，车的什么气势哦？气势不是吗？气势，车拿出来的气势就像现在后置帮我上一堆火一样，对不对？我听得懂啊。掐班的意思呢？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中文怎么说。气氛啊，车的气氛啊，整体的气氛啊，知道？你要看到女生走过来，氛围，小姐。好、哦，我感觉你查某版袂歹哦，懂吗？小姐，我觉得你气氛不错哦，整体气氛不错哦。撩妹会不会啦？不会。我现在教你嘛。啊，我不是撩妹的啊。哦，你忘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叫他带来，叫他带来，干嘛？好难沟通，我很难切换角色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说撩妹啊，撩男生怎么撩？来来来来来来啊！你既然说你不是，来，你讲一句我听看看。先生，你的怎样？胸肌好大、哦。是这样，你确定是这样？我确定。我觉得你这样应该把不到，连男的你都把不到，不要说女的了。啊 no， すみ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我大心の真心は立てです。是这样吗？这样也不行。啊、哦，不行啊、哦。对。直接看到男生刚我。再次鍵館。走，继续看哦。车没有撞，我看完了。外表也还不错，然后内装一些环保漆的部分。哇，看它这样快断掉了，你看有没有？嗯，要对他温柔一点。天蓬有没有塌？啊，看，你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，也是通病之一啊，天蓬都会塌下来。天窗是不是好？好了，你看完了呢？那要买了吗？这为什么不能买？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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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すごいね、おばちゃん。これはいいですね、おばちゃん。看插不回去了，哪里啊？哎呀，怎么讲？那、啊、这一颗可能是换过了，没有装好吧？啊，为什么啊？我拿着这一颗就跟他讲，哎、欸，阿、啊、先生，先生，阿、啊、你在哪呢？干嘛比较开笑哎？你看他这按怎么讲？啊？嗯。完了。哎呦。然后。玩到结束吗？疗愈耶，看，哎、欸，是这样吗？好像，哎、欸，不是吧？是这样吧？是吗？是这样啦。哎、欸，这样也不错哈。来这样。哎、欸，好难摆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干嘛不讲？哦，坐下来。这个哦，2007年的192嘛，192320总代理的，这也是我们粉丝啦哈、哦。我在网络上跟他报价是25万到30万，会不会太贵？好啦，假设30万买一台 V 零双门的320，没有涡轮的，应该好照顾，好照顾的吧？又帅帅的、哦、啊，这个颜色也不是那种乱改车的，它又圆圆的，弯弯啊啦，弯弯啊、哦。你看那个女的哦，这女的圆圆的，你、哦、看这女的塑胶的哦，看她又在不要再物化女性了啊！人家就留言说。加上你说物化女性，男的也有塑胶的啊？有吗？有啊，哪里塑胶？塑胶鸟看不到。为什么他为什么要用塑胶鸟？我从小到大我是没这种困扰，所以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太能理解。静か論。
好啦，反正开二三十万有个宝马不错吧？不是叫声不舒马，因为你没开宝马。我跟你讲，顺口溜很多啊，我可以写七七四十九种，好不好？下次再做一集专门的视频跟大家分享。专门的视频。好，我已经跟他报25到30，然后扣一下胶条、轮胎旧、一些环保机、天棚塌、前面一些漏油耗材，对不对？这个随便要扣个5万不为过吧？啊，我去跟车主这个讨论一下。那你这根有扣吗？哦，这我要带这根去跟他讲哈。对，好了，我先去跟他看一下他这个意愿怎么样了，好不好？最近都收宝马，上次去高雄收116而已，很久没有收到这320漂亮的。好，我去瞧一下，去瞧一下。等我哈。嗯。好。哎，不行啊。No。被看到了，靠腰啊。好了，买好了，很快吧？好快啊！这次不用来来回回进进出出，嗯，不要拖大家的台钱。最后跟他成交价钱26万，我觉得很合理啦，因为我把他扣5万嘛，他不给我扣5万2，合情合理嘛。那这个325，哎，他已经说个275啊，不要啦，255啊，我们加5000就好了。你看他取中间，我们加5000就好了。最后26，这个是好客人，他就是要换这个，我记得是啊，他说要换 Lexus 的，这台车他开了7年哦，我开蛮久了，14年他开了一半的时间。那我有问他说他最大条的花费，他说。就爆水箱，我说你觉得这个车你开了7年，你认真觉得它算是一台好养的车吗？他觉得很好养，答案大家都不一样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前女友跟你分手啊，你妈你觉得你嫌他嫌的要死，到下一个跟宝一样，他得看对丢人对不丢人呀，看妹不妹婿而已啦。啊，有些人你给他开到这个漏个油，他就爱别丢不啊。你会去看一些吗论坛呐？好，我不要讲哪个论坛哦，很多论坛啊，不是只有一个啦。然后很多人在那边靠腰有没有？说哦，哎呀，我买了那个车很烂，不要买了。可是每个人发生的事情哦。其实因为接受的程度不一样，有的人是捧到飞上天了，眼里都容不下一粒沙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准你说他的车一句坏话，所以我常常在论坛被人家干掉啊，被人家酸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想酸人家。然后有的车哦，明明就烂得要死哦，他还是爱得要死。你看有些女孩子遇到渣男，男孩子遇到渣女也是爱得要死啊，爱到卡三尺啊，有没有？他觉得他很棒。所以我说哦，有很多人你买车，你去网路上看啊，你要去看论坛看什么？我跟你讲，那个真的干，那个不太。小师推车准不准也不太准啊，像我这种对吧，换环不换给啊，不是哈哈哈哈没有啦，我们这种试过太多了，对，所以那个标准上面跟一般人的标准感受上面其实会有落差，所以我们还一直在讲啊，不要看小师试车你就去买，你要自己去试啊，奇怪了，我妈又没有收钱，我不负责任的，我什么都要负责任。对，我不起你老爸啊，你刚好看看外视频，啊，你就去买东西，自己还是要分辨一下。我真含蛮恭维，但是我真实在，对，我还讲那只骗人，哦，看不行啊，大家看，哎、欸，啊，还要讲到别人哦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还会讲说，我还讲南宫赞呢，南宫赞呢，哇，哦，那个看起来那一句话前面不赞，我坦白说，啊，前面那起手式有没有？听到看，要开始胡乱，要开始胡乱。有没有这种朋友？有啊，干不会是我吧？哎、欸，我最近遇到很多，就是网络上遇到很多说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们要买二手车哦，你们就去跟有拍 YouTube 的买，觉得准没错，你觉得是这样吗？我不觉得。对啊，你看现在我们拍了以后，有好多人都跟着拍了。对，你确定准没错吗？你真的确定吗？你确定找小师准没错吗？你怎么不回答？我看着，那你找小师怎样？准没错，准没错。对，啊，没有啦，不一定啦，还是多比较啦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欢迎你们来啊。我们拍 YouTube 只是一个宣传嘛，让你更多人认识我们。你还是要现场来到顶跨玛雅聊聊啊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再判断。哎，不一定来就要买啊，我们只是多一个机会，让你现场来体验一下，是不是这个跟你影片上看到的感觉一样啊？这今天哦，2007年的192双门的320，啊，没有事故，没有泡水哦。那我们最后成交的价格在26万，啊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当然你在市面上这个自售要什么？我觉得我猜啦，这个车应该要开个30几万卖，应该是合情合理也凉凉的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2005年就有190，四门的320，那个现在你车子漂亮漂亮卖，不用10几万吗？10-20万也要吧？要。我们那时候整理那水泥灰的，我们也卖了20几万。哇，那是花钱花到紧绷才有办法卖到20几。啊，你现在这种如果比较一般的，你随便卖也要他妈10-20万也要啊。那我们这个双门的卖个30来万合情合理嘛？而且我们07年不是05年的。我刚刚讲是05年就要10-20万的，我没有去了解行情啊，因为我很久没买了。但是他在线上问我的时候，我直觉就是这样。然后果真他开来了，所以就证明一件事情，
我报太高了。我跟你讲啊，那问价都这样，我不报高一点怎么会来？就是每次哦，你要卖一台车啊，看小市长知识，来来来来，最后大放送。你每一次你想要卖车，你是不是可能会找几个人线上询价？你会问个三四家，有的妈狠一点问七八家，每个都可以报很高啦，都报30啊。我这一台车啦，我如果跟他报25，他今天就不会来了。所以我为什么我跟他报25到30？因为我知道 B 零的车随便要扣个几万块，两两啊，你懂意思吗？我懂啊，所以我就报25到30。他一定是看到30这个数字他来的，他没有看到25，他一定没看到25。但我是觉得我是看25啊，所以这就是买方跟卖方的差异嘛。好，聪明一点，你跟他报个25左右，他就不会来了。我就报25到30啊，他就怀抱满怀着一个30的这个希望，他就来了。然后来就哎呀，哇，你这安暖呀安暖呀暖。可是我的人我不习惯给人家闲到哦。很烂很烂，那个外面有些车商就是闲到你自卑，你知道吗？有遇过，有去估过，遇过我讲的这个情形，人家下面留言，很多车商都是这样，估到你无地自容，你知道意思不？我知道。哦，夭壽啊！你这练哪呢？搁你晒哦，来中环某去练噶，你哎呦啊，这天崩啦呢！哇，老油老噶，哇夭壽啊！哎，这就危险没？水箱变鬼啊呢？你说啊，水箱爆过，我换新的啊！哎呦，刚才不知道有枪去不？哎，你不知道伤到不呢？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，感觉无一块好，彻底的击溃你的自信心之后，再慢慢跟你讲价钱。他说啊，你要卖多少啊？啊，你不是说三十？你有没有看到红杆子？有没有类似这样？对，好，他那个反应一定要有那种节目效果嘛。好啊，美术荧幕对象照，你知道？好，一直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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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？要退越后面那种效果震撼力越大。好，不是人客，你安尼，人讲真的啦，你这车安尼，你要卖30，你去外面估到天涯海角，没有人跟你出30啊？有人跟你估30吗？没有，好像没有。丢嘛，丢嘛，对嘛？怎么会有人估30嘞？对，你怎么会有这种？哦，是是是，到底是？谁给你这样的勇气、这样的自信心？说你觉得你这个车的车况这样子，你可以卖到30万，到底为什么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我非常想知道是谁给你这个勇气？谁？谁？卖台车他妈就差想要去跳楼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太羞愧了嘛。I'm so shy, you know, I wanna die。为什么我为什么我一台这么烂的车，我竟然想卖30万？我为了谁？好吧，那弄到这种，把他的心理层面彻底击溃，再重新塑造。好，你也不要太难过。你今天我跟你讲，遇到我是你运气好。好，你不要说30万，这个车我勉勉强强。好，我来问我们老板。好，我拜托我们老板给你一个好的数字，但是30万你真的是不要想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想，你觉得多少钱你愿意卖？15万可以吗？哇，差不多，15万哦。好了，我来替你处理看看，你坐一下，我去问一下我老板。一揪到一半去，他揪太多了。他揪的力道就依照你前面的表演内容而定嘛。你前面表演的越生动，表演的越好，击溃他的自信心，击溃的越深哈。你不只把他夷为平地，你还往下挖的时候，有可能就直接退一半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类似用这种方式，好不好？看小市长姿势啊，估车的心理素质也很高。做人好难，估车的做人很难啊。看他为什么不做狗？看人性很黑暗，对不对？每个车上。他估你的车的时候，嫌你的车是合情合理的啊，也不要太难过。有时候是真的是车商的节目效果啊，我们是不会这样，我们是高端的，真的我就不一样了。对，我不太会去嫌人家的车啦，不会用那么大的力道，因为会引起人家的反感。因为我们在找同温层嘛，同温层来，我跟他讲话就是要同温层的感觉啊。先你想卖多少钱？30万。哦，是这样子啊，这个。外面有一根红杆子我们也是很委婉的，很 soft， 很柔软，很亚沙系的去跟他讲，不会有那种倒退的感觉，不会让客人有那种不好的体验。所以来小师这边估车哈，这个是不用太紧张，也不用太担心。了不起我们最严厉的就是请您扶红杆子这样而已，打个卡。对，去打个卡啊。对，我们那边现在有那个打卡点，好，不要这个以后估车的时候也不用太担心，要不然有的哦连车行都不敢进去。好，被我们讲成这样，妈妖魔化啊！你小师汽车怕鸭皮都妖魔化，我们中国车行对不？没有没有，也是有很多很好的啦。我们是用夸饰法，还是要解释一下嘛？对，28个车行按的不喜欢。好啦，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，小姐胡兰干呐哈。
有时候跟这个女孩子啊在恩爱的时候，我都不敢太激烈，有的很快这样抽出来，有没有？我没办法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但是我怕那女的变战斗陀螺啊，啊，还揪出来，哇，好不好？就旋转了啦。啊，所以我说动作不能太大，我要慢慢离开。嗯，要多慢？哦，那很慢啊，那个战斗陀螺一直 Q 出来，我还讲所向无敌嘞，战斗陀螺没看过，哇，转速很快。